我是来自越南的阮秋恒。我是阮安妮。台湾人过年吃年糕，那越南人过年都吃什么呢？不用出国，在家也可以体验越南过年的文化哦。我们漂洋过海来爱你，在台湾落地生根，因为爱不分国界，有你就有家，祝福南美。大爱剧场，漂洋过海来爱你，兔年欢乐不打烊，除夕到初六，天天陪您过新年。